芒果 TV 苏澳游浏览器屏蔽广告获赔52万。凤凰网科技讯10月18日消息，天眼查 App 显示，10月17日，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与网际澳游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公开，案号经00108民初3123号。判决书显示，原告诉称，网际澳游公司开发经营的澳游5浏览器有广告过滤插件，用户使用该插件后，可以有效屏蔽芒果 TV 网的页面广告、视频片头和会员服务推广广告，导致快乐阳光公司无法就该部分广告获得收益。网际澳游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网际澳游公司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状。法院查明后认为，网际澳游公司在涉案浏览器中提供涉案插件行为，系利用技术手段破坏芒果 TV 网相关服务的正常运行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